那姐姐用一个小礼物跟你做交换，我们就把这张海报还给这两位叔叔，好不好？这个手帕和这个小南瓜都是姐姐最喜欢的小礼物，现在我把它送给你，好不好？下一个小宝真乖。哎，没事就好。你是？啊，我是他父亲的秘书。你让孩子爸爸好好照顾好孩子吧。小姐，您是？我是谁不重要。小朋友，姐姐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，我们有缘再见，拜拜。嗯。刷那一下，怎么酒劲还上来了？小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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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周子阳个混蛋！小宝，小宝，我，周子阳，混蛋。我等了你三年，这三年就是这么对我的吗？大四安的论文，我不眠不休，隔着时差大半年帮你做的。你数据分析到选题，你对这论文付出了多少？你对我又付出了多少？魏小姐，你认错人了。我对你来讲，就像块抹布，需要的时候拧一把，不需要的时候就把我扔在角落。还有，我告诉你，学医是神圣的。我有充分的证据证明那篇论文的第一书文不属于你，我一定会全部把它说出来的。只要那个仙鹤的老板有点脑子，他一定会撤回这个奖。他一定会说。喂，姓贺的老板很有脑子。你谁啊？这问题应该我问你才对吧？